大家好，我是万全配件儿，今天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S6 曲面屏的金刚丝分离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金刚丝分离呢，S6 小曲面呢，技术已经成熟，有需要学习的呢。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，这个几乎不用投资啊，不用投资。这个是不需要投资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速度很快的啊，差不多1分钟，1分钟可以分离一个啊。好，这个已经分离开了，我们测试一下啊。有需要学习曲面屏的呢，可以联系万全配件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屏呢是好的。触摸呢也是好的，触摸呢也是好。